属牛的朋友们，2021年你犯太岁，行运有如过山车，充满着变数和挑战，创业者将面临激烈的竞争，有幸吉星无起，吉星高照，让你在穷则变，变则通中有所收获。今年工作上如有改革及变动，都是良好的转机。2021年你面对最大的问题是形势过于主观，我行我素，容易把人际关系变得淡薄。今年你必须主动的改变和上司的沟通方式，务必和老板站在同一阵线，相处得力为宜。财运大致属于平稳的，得吉星帮助，将有机会获得意外之财。财运较旺的月份为农历的七月跟九月，可透过新的管道及投资的途径掌握先机，从而斩获丰富的利润，从而提升财富。感情方面，单身的朋友们要耐心的等待了，以从容的心态追求幸福的感情，而夫妻之间性格反而是属于刚硬，互不相让，强势的沟通争吵矛盾在所难免了。建议在客厅的东北方摆放合家欢的照片，让家庭其乐融融，幸福从而相随。健康方面需注意血糖、消化系统和妇科的疾病问题，今年宜多做善事，如捐血、施济孤贫，可增加你的回报福报。今年幸运的号码是7228，幸运物是王玛瑙、车骑、红虎眼。